趁着老婆没来，赶紧把红烧肉藏起来，留着一会儿慢慢吃。这也放不下了，剩下的就藏在生菜里，这样神不知鬼不觉，媳妇就不会发现了。他今天这是没少藏，看我一会怎么收拾你。今天这十二个鸡蛋我就忍痛不吃了，来迷惑一下媳妇。我信你个鬼，你这个糟老头子坏得很。媳妇儿吃饭了，媳妇儿。啊，这干啥这么多鸡蛋？吃吧。肉呢？什么家庭条件还吃肉？吃吧，都给你吃。你不吃啊？我吃点生菜。想用几个鸡蛋糊弄我，你给我等着。吃吧吃吧。还在装等下让你难受。哎呦我的妈！我滚滚滚滚！你慢点吃，我也不跟你抢。来，吃生菜。我他妈冷了，全吃了。看来媳妇是真没发现啊，还懵呢。放点辣酱，哎呀呀，好吃，断了。哎呦我的妈！这是啥呀？这也太好吃了啊！哎呦我真的这辈子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。再来一口，啊，太爽了！这，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我是万万不敢相信的。差点被发现，赶紧拿生菜叶盖上。
赶紧吃点。你吃你的。媳妇儿，今晚上给我拌米饭，好吃吗？好吃，太下饭了，太香了。好吃，你给介绍一下啊。来，先问问，就是我们吃的这款下饭辣酱，太下饭了。它是用香菇丁和鲜辣椒大火炒制成的。你收到货以后呢，你就用它拌个米饭、拌个面条，或者是吃饺子、吃包子。你炒菜的时候当个调料都非常不错。现在呢，厂家活动来了，你点这里下单，直接19.99给大家发10包，而且还送10包。哎呀，太合适了！喜欢吃辣酱的姐妹赶紧去下单吧。胖子你还吃啥小件儿？吃这么多真小心不吃了。你别笑，这回终于轮到我了吧，我炸。大哥肉呢？今天可得好好谋划一下鸡腿鲜汤面，留几个骨头故意放外面，给他来个计中计。老公套路越来越深了，一会看我怎么收拾你。媳妇儿吃饭了，干啥呢？呀，有鸡腿面的，我今天吃鸡腿面，给我快点。啥呀这是？又想拿几根破骨头糊弄我？自己留着啃吧。你不是说吃面条的吗？几根骨头糊弄谁呢？我吃饺子。老婆可算上当了，等他吃完了，我把鸡腿拿出来，让他猛。我吃饺子，这个怎么了？你吃几个了？这不是肉啊，这不是肉吗？自己留着啃吧。没辣酱了，把那罐打开，在那放着干嘛呀？给你吃吃。没水了，给我倒点水去。再去给我拿点水啊！麻烦，烦死了！再深的套路也逃不出我贪吃的嘴。造孽！真香，哎呀！
骨头给他留着，再放两头蒜迷惑老公。贱娘们可不像好人呢。给你，给你，给你！羊骨头好吃吗？这饺子配辣酱多香啊。哎呀，来姐妹们，看我们吃的这块下饭辣酱，它真的太香了。但平时你在家里面，你拌个面条拌个米饭，咱们吃饺子吃包子，或是咱们吃肉的时候，你来上点解腻下饭，还有就是你当个调料都非常不错。它这一罐呢是80克的，而且咱家这块辣酱它是用鲜辣椒和香菇丁大火炒制而成的，真的太香了。看这小易拉罐，现在他厂家有活动，你点开我这个链接你看一下，19.9块直接给大家发满满的一箱10罐，这还不算，再多给大家送这样的小试吃10包，这个价格真的太合适了。下面这个链接你喜欢吃辣酱的赶紧去多囤点。吃饱了你？吃饱了，你还不赶紧吃？吃饱了你还不滚蛋？这辣酱拌面条也特别香，来多放点。别管我，我自己放。慢慢吃，这回终于轮到我了吧。哎呀，啥情况？哎呦我的妈，提前分好，这样老公就不会抢了。老婆准备着这么多肉，一会儿就都是我得了。一人一个，随便他选。哎呦我的妈！把老婆的也拿过来。他今天这是又想吃独食啊？白瞎了我对他这么好。既然你这样嘛，今天就让你什么都吃不到。贱娘们可不像好人呢。吃肉还得配辣酱，太解腻了。妈呀，这个东西看起来太香了，口水都流了。妈呀，天哪，太浓了，这个味道很上头。妈真香，哎呀。这也太好吃了。哎呦我真的这辈子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。再来一口，啊，太爽了，简直豆印儿凉啊。这红烧肉和鸡蛋你也别想吃。
真香。这面条也不给你留了。辣酱拌面条太好吃了，再来点。把骨头都留给他当作惊喜。吃饭呀，吃饭呀！来了来了！哎呀，又选？快点选一个吧。我选这个。你确定？确定。行。我肉呢？你这里面，哎呀，你快吃吧！哪来的肉啊，肉？哎呀，差点被老婆发现。啊，作业转一下眼睛吧。老婆现在还蒙圈呢。咱家这辣椒拌面条太香了，拌面条好吃。哎呀，要是再有点肉那就更好了。来，姐妹们，看我吃的这款香菇辣酱，它是用鲜辣椒和香菇丁大火炒制成的，属于那种香辣的，香而不辣，辣而不燥。咱平时你拌个面条，拌个米饭，或者咱们吃个肉的时候来上点解腻下饭。看这小易拉罐，这一罐呢是80克的，1.99元。现在厂家来活动了，你点开这个链接，19.9元直接给大家发10罐，这还不算呢。再多给大家送10包这样的小试吃包，真的太合适了。喜欢吃辣酱的姐妹们，你点开这个链接赶紧去多吃点。太香了，我看着太饿了，都等不及吃，我得肉了。今儿吃饱了吧？饱了饱了，今天真饱了。你快吃啊，我看着你吃，快吃。哎呀，你都吃饱了，你去休息去吧。这个可不能给你看，不然又要挨揍了。休息去吧。我炸！大哥，懵了吧？这家伙偷偷摸摸在干啥呢？这是又要吃独食了。再把这些藏在菜叶子里，这样媳妇儿就不会发现了。Nice， 老公太过分了，简直不把我放在眼里。再用这几个鸡蛋来迷惑媳妇儿。说什么也不能让他吃我这里面的肉。媳妇儿吃饭了，媳妇儿。啊？这干啥这么多鸡蛋？吃吧。肉呢？什么家庭条件还吃肉？哎呀，吃吧，都给你吃。你不吃啊？我吃点生菜，这生菜加辣酱。那我吃了啊。吃吧吃吧。几个鸡蛋就想把我打发了，没门！也不想想有肉，我能让你吃。你这个糟老头子，坏得很。哇，嗯，太好吃，味道不错哦。
滚！你慢点吃，我不跟你抢。来，吃个生菜。我生菜怎么让人吃啊？看来媳妇是真的相信我了。还有辣酱，哎呀呀，好吃，棒了。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我是万万不敢相信的。哎呦，真的，这辈子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。再来一口，啊，太爽了！简直豆印凉啊！哎呀，龙，没辣酱了，再去拿一罐。去呀！哦，这你别笑啊，作业转一下眼睛吧。这辣酱配红烧肉真是解腻哈饭啊。真香，哎呀。你赶紧吃呀。你吃你的。媳妇儿，这辣酱拌米饭好吃吗？好吃，太下饭了，太香了。好吃，你给咱介绍一下啊。哎，来，姐妹们，就是我们吃的这款下饭辣酱，太下饭了。它是用香菇丁和鲜辣椒大火炒制成的。你收到货以后呢，你就用它拌个米饭、拌个面条，或者是吃饺子、吃包子。你炒菜的时候当个调料都非常不错。现在呢，厂家活动来了，现在你点这里下单，直接19块就给大家发10罐，而且还送10包。太合适了，喜欢吃辣酱的姐妹赶紧去下单吧。老公，我还是没吃饱。不是，等等，你多胖了你还吃？啥条件啊，吃这么多？真小心，不吃了。好戏开场了。肉呢？啊！吃饭呢？又像吃独食。来来来，吃吃吃吃，来来来，这两盘又给你，来来来，动你动你。锅碗，来来来，猪蹄子，煮半煮，然后肉配上辣酱，给给，动你动你动你的，吃吧吃吧。不对。是啊，这还不够啊！快吃快吃快吃。不对。你是不是被我藏好吃的了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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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吃！没有没有，这是我的。
一会儿再吃，先吃饭，吃完饭再吃。来来来，一块吃。我还就不信治不了你这臭毛病。来来来，吃点吧，吃点。嗯。来来，肉肉，火烧肉。先把媳妇喂饱了，等下就不跟我抢了。你吃完。你吃你吃，媳妇你吃。哎哎哎！你吃你吃，你吃你吃。真不吃？是你自己不吃的，那就不能怪我了吧？啊，真香！哎呀，妈呀，这个东西看起来太香了，啊 ，Q 水的牛了，妈呀，天哪，太浓了，这个味道很上头。哎，牛来，来。嗯，一会儿正好急啊。也对，一会儿等他吃饱了就不会跟我抢了。你这不来头，你吃你吃，你多吃点媳妇儿，多吃点。这也太好吃了啊！哎呦，我真的这辈子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。嗯，再来一口。啊，太爽了！这媳妇儿吃，心儿凉了。多吃点。香吧，媳妇儿？嗯，太香了。来，媳妇儿擦擦嘴。看他吃的是真香，我都想跟他换了。来来来，快吃媳妇儿。太香了。我先来杯喝的吧。不吃啊！你吃。来来。还真别说，这猪蹄子配辣酱是真香。得先把媳妇伺候饱了啊！对对对，媳妇多吃点，给我倒点水啊！来，媳妇来，你别笑。
好好好好。我看媳妇儿吃差不多了，我都把它吃了，这辣酱太好吃了，你蘸饺子吃。来，老公你也吃，你看这小香布丁，嗯，太香了这辣酱，哎呀，香吗？香，太香了。你吃饱了吗，媳妇儿？哎，饱了吧？那我吃了啊。你看我吃不吃？啥玩意儿？吃不吃？让你天天欺负我，今天两盘红烧肉都是我的。他这鬼鬼祟祟的在干嘛？一人一盘肉都满足不了，你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这一个碗里也藏不下啊，只好把剩下的先藏他碗里。贱娘们可不像好人呢。等下能不能吃到肉就看他本事了。这你别笑。作业转一下眼睛吗？哎呀！哎，谁把我肉扣下来了？我扣的，要不然一会儿凉了。先吃米饭，先吃米饭。我不怎么饿，你把我这份也吃了吧，老婆。来来来，都给你，都给你。先把媳妇稳住了。米饭你都吃了，那这红烧肉就没你的份了。就你这点小心思，我还是能看透的。等下你就等着哭吧。啊，真香！哎呀，这红烧肉搭配着辣酱真是太香了。老婆，这吃的也太慢了吧。这还有一盘肉没吃呢，我得想个办法。这个给你吃。我想吃肉。快吃吧，我不饿，要不然浪费了。这是你自己送上门的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这你别笑。作业转一下眼睛吧。啊，真媳妇儿，这辣酱拌米饭怎么样？香吧？香啊，辣酱拌红烧肉更香。拌啥？红烧肉啊。看媳妇儿这吃的也差不多了。现在可以吃肉了吧？吃吧吃吧。不是，有肉呢。那你里面。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。我肉呢？我肉呢？
大哥，我肉呢？懵了吧？哎，你肉呢？你今天不把肉给我找出来，我跟你没完。